好，那现在我们来到了 3.5 号地支庄田的纳甲寅里号。那在这里呢，好，我们看一下啊，这边写了一个什么节的标头呢？他说八卦纳支啊，就是把它八卦的把那个纳这个地支进来哈。那有六阳支配四阳卦，六阴支配四阴卦哈，所以好，八卦系统里面有八个符号，那这个地支的这个系统里面有12个符号，所以原则上我们是 uniform 的一个分配，有八卦有四个是阳爻，有四个是阴爻齁。那这个地支呢，原则上也是有六个是这个阳支，六个是阴支这样齁，所以那他们的一个基本的 mapping 这样齁。好，那有这样的概念之后呢，好，我们就准备怎么样来认真把这个符号系统呢重新这个认真规划一遍啊，让大家怎么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认识齁。好，那这样没问题呢，我就来开始看齁。那在这边呢，我们先给大家一些基本的这一个这个动机齁。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这边写的这个里面讲到说纳甲怎么样纳甲的口诀齁，它包含了天干与地支的这个配对原则齁。那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这个天干齁，那一般在研究这个文王卦的时候齁，天干你就暂时把它这个忘记的齁。那当然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未来大家想要学更 advance， 那有这个基础之后呢自己在找资料齁，再持续的深究下去就没有太大问题齁。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暂时先把天干先忘了齁。好，那其中呢所蕴含的规律齁，规律呢齁，这一个是古人的智慧，我们呢当以其智慧作为后续推论的一个基础这样齁。好，那这样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你可以看到齁，就是说再做一个其他的动机的说明齁。所以本节你可以看到画了很多动画出来，有没有？你看齁，这个客人设计师就非常用心齁，那把这整个呢把它图像化齁。所以我们本节里面呢，各位可以看到将着重在学习地支的配对原理齁。那如果将庄田到六爻卦中齁，以展现出五行的特性齁。那我一再强调，这门课我不希望说你们要背的，那我们希望说要有一个什么样一个逻辑的理论齁，让各位可以自己用类似算术的方法把它这个演算出来齁。所以这里呢我再重申一遍齁，你可以看到所谓的阳群齁，我们的这个地支有所谓子寅辰午申戌，午申戌齁，就这个没有问题齁。好，这个是阳的，等于是1 3 5 7 9 11齁，这是我们的阳地支。那阴地支的话，这个丑卯巳齁未有亥齁，就是我们2 4 6 8 10 12齁。所以这一群我想各位应该很容易了解这个各中的变化，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齁。好，那这样呢没问题呢，我们就持续往下看齁。所以在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这个地支的口诀齁。所以到目前为止就是说我们课程上的也还算快齁，有很多同学对符号的吸收这个开始卡卡的齁。所以我们在一般我上课的时候就会把速度放慢一点点齁。所以到目前为止各位可以看到齁，就是说很多观念我一再重复一再强调齁。那就是希望说各位怎么样能够了解各中的一个什么一个奥妙齁。好，所以我们再来看一遍，地支的变化更为丰富跟完整齁。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纳甲里面齁，再重新讲一遍齁，你看前金甲子外任午齁，那子眼成午申戌齁。所以甲子，那甲的话就是我们讲前面的天干，我们就暂时先不管它了齁。所以客人设计师就把子午用什么用红色标出来齁，用红色标出来齁。所以等于是我们等于是子是外，好，那这一个不就是说子是内齁，那午是外齁。所以那这些东西当然有一天我还是要求你们把它背下来齁。那现在我们就先把这个规律性很快的用算术甚至掐指一算就可以把它看出来齁。所以原则上我重申右边的那一个这个 pop-up window 齁，那看似复杂但其怎样具有甚佳的逻辑的严谨性齁。所以这一块是相当的一个奥妙的齁。好，那这样没有问题呢，我们就往下看齁。所以我们就再把这边的东西呢再做一次复习齁。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个一直反复的讲反复的讲齁，但是
很多同学没有这样反复的讲，你还是很容易这个忘的齁，或者说学习的深度不够齁，所以我就还是不断的持续的讲齁。那课程设计师这次特别交代我，就是说他把那一个整个章节的东西把它细分的更怎么样，细分的更那个细齁。那很多同学在前面几周的上课就反映说，诶，这个的风华比以前的风华还更棒齁，更棒，因为很多同学在前一期学了又很有兴趣再进来这个重新学习齁。那他发现目前这样的变化，他们呢觉得读起来压力比较不会那么重齁，不会那么重齁。那另外还有昨天齁跟今天我碰到几个教授齁，跟他们在讨论这个摩格斯课程齁。那他们就说有一个教授就讲说，诶，他发现说大部分的人去看线上教材不一定是只有这个摩格斯齁，专注力大概六分钟以后就渐渐怎样衰减。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就尽量把课程拍差不多15分钟左右齁，让各位一个完整的学习齁。好，所以这样你可以看到这样读起来你们就很轻松齁。那我现在在这边讲这些啰嗦的话就是要鼓励你们齁。那希望你们能够再专心的去学习齁。那整个课程设计齁完全是这个叫这个 student center 齁，就是说我们叫做 learner center 齁，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设计齁。好，那继续往下看的齁。所以12地支呢可以分为阳群四，阴阳两群齁，奇数群，所以我们叫阳群齁，那偶数群就叫阴群这样齁，所以以后我们就叫阳群跟阴群这样齁。好，那这些群数的话就是说，好，那待会我再用画图的，因为我讲过好多遍齁，尤其是你们在学这种有点比较偏向逻辑数理的东西，绝对不要吝啬拿笔出来在你的纸上乱乱写乱乱画，我觉得我们常叫鬼画符，那原则上这样学习效果会比较好齁。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意思齁。就运用这一个阳顺阴逆齁，你看的动画有没有齁，动画我们看出来齁。那这个动画里面告诉我说 ,1,3,5,7,9,11, 子寅辰午申戌是阳群。好。那再来怎么样呢，阴群齁，你看丑卯巳齁未酉怎么样呢，亥齁，这个总共怎么样，酉齁，就是我们从那个丑开始齁，从丑开始念。好，就是说我们是从丑卯巳齁这一个未酉亥齁，未酉亥齁。所以因为我刚开始以前学的时候还是喜欢用13513579111跟24681012来分这样齁。好，那这个呢我再做一次帮你们做一次简单的整理齁。记得就是说一定要去画这个图。我再画一遍给你们看有没有。好，就是一定要环顾的去画。因为这些东西我们不是很熟。我们不是很熟齁，因为这个平常都不是在我们的那个我们这个原文书里面所看到这些符号齁。所以你还是要写一下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好，你看你们可以看到我这样不断在画的时候，连我自己都越来越熟齁，你看。1,2,3,4,5,6,7,8,9,10,11,12, 你看出来。那我再找一个好，我找一个比好，还是用红色好了齁。你看这个等于是 1,3,5,7,9,11, 有没有，好，那用另外一个颜色来画有没有齁，你看好了，这个找一个，这个颜色不够多齁，太接近嘿。这个有点麻烦，颜色不够多，那我现在又懒得这样，懒得去把它荡出来齁，你看 ,2,4,6,8,10,12, 那这些功夫绝对不要吝啬齁，我讲过好多次齁，绝对不要吝啬齁。好，那这样没有问题呢，我们就再往下看齁，所以阳群跟阴群齁都没有问题齁，所以注意叫阳群跟阴群齁，阳不是牧羊那个羊齁，要晓得齁，这个阳就是那个正负的那个plus 齁 ,plus 那个什么那个群这样齁，所以这个阳群要特别注意齁。好，那这样没有问题呢，往下看齁。那这边所谓要讲的叫做显性原则，什么意思呢？你看，就说四个阳卦复乾
长男的话，你看震阳雨；中男的话怎么样？这个离中虚坎中满，所以它是坎卦。好，那少男的话怎么样？它是在上面的哈，所以它什么复碗，艮复碗里面哈，所以这个就已经可以知道说有四个啊，四个啊阳卦。那还有那所以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子眼辰午申戌怎么 mapping？ 那在前面我早就教过你们的哈，那所以现在啊在不断的复习哈，不断的复习这样哈。那这个我待会再来画给你们看好了哈，再画给你们看哈。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再来你可以看出来，同时四个阴卦哈，四个阴卦哈，那四个阴卦就是母嘛，母就是怎么样？母就是我们的什么呢？啊，我们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坤卦。那长女的话就是怎样？就是等于是下缺，有没有？所以这个是巽下缺哈，巽下缺。那中女是离哈，离中虚哈，离是换来啊这个中虚哈。那少女就是什么对上缺哈，就是什么对上缺，就是就是我们叫做泽。啊，折卦这样，所以总共它有六个对应哦，六个对应这样，嘿，好，我这边跑出一个同步的信号出来哈，不管它，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爻位的话，利用显性原则来分配，什么意思哈？因为这一边的话，好，还是在帮各位做复习哈，那我来很快的用图形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好了哈，那图形怎么说明呢？你可以看到哈，就是说刚刚啊，我在 back 刚刚这个图哈，你看。这个图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上次讲过齁，怎么讲，我再把这个图画出来齁，我再颜色真的是不够用齁，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怎么样，诶，我 mark 到白色了。好，你看好。看这个的话怎么样，这是一个什么北方是水。有没有，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东方，这是什么，是木，我能看出来。对不对，那这个是南方。是火，能看出来。好，那这个是西方，这个什么？这是金，能看出来。那还有这一个什么？这个是土，这个是土。好，那这个什么？这个是土。好，那还有这个是土，对不对？那这个土的话，后天八卦就已经教过你的。后天八卦的话，那个震跟什么？震跟巽吧，哈，它是什么？它是木。哦，那火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张，如果是不熟，全部重画一遍。好，那这个一定要不断的把玩哈，这个没有什么其他。所以，比如说这个震卦，对不对？有没有震卦的话，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木。哦，那这个是金。哦，那金的话是什么？金的话是对卦，你看出来。哦，它是秋天。哦，那这个离卦有没有？它是火。坎卦有没有？哦，它是水，好，那这个坤，哦，我现在顺序都乱画了哈，坤跟艮的话，土有没有？这上次教过你们，看出来。那这是巽卦怎么样？巽卦这是木，那再来一个什么卦？它欠一个什么？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它欠哪一个？啊？坑一个艮卦，你看出来是这？哎，艮卦已经弄出来了吗？欠一个什么？乾兑哈，所以你看我们常卦，哎，我刚漏掉一个，我漏掉一个没有？乾在这里还是怎么样？乾金，哎，这你看，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玩卦的时候发现怎样？发现这个有些我们忘掉了，嘿，忘掉了，你看出来？好像这个符号我像弄错了齁，一直弄错了没有，一直弄错了这样，那怎么办？所以这个就是说不熟，所以我现在一直讲说包括在内要不断的去画它，所以金的话应该怎么样，前金齁，所以那这两个符号是不是要 reverse 齁，要 reverse 齁，所以这个就要再说了齁，那这个很明显，这个是什么，这两个在一起齁，那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齁，这是一个，我们看出来，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是前金齁，那这个到时候就是说各位再看一下，我没有画错再说了齁。那原则上我画的那么潦草，就是希望说你们不断的去玩它齁，去玩它还没看出来齁。好，那这样的话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来赶快来做一个简单的什么样简单的 ending 齁，准备来看看下面的比较复杂的那一部分这样齁。所以在
这一节里面就很快的把那些符号作为一个复习齁。那下一节我们就认真来把地支庄田的这些行星原则怎么装的呢齁，那再教各位来进行一下好了齁。